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272面，272面第二行，从当中看起。第二行当中看起，从右舍愿月从这看起啊，所有众生若闻我声声者名也。发愿与生我世界者，是诸众生临命终时，悉令见我，则诸大众前后围绕我，于尔时入无异三昧，以三昧力故，在于其前而为说法，以闻法故寻得断除一切苦恼，心大欢喜，其心喜得喜故得保证三昧，以三昧力故令心得念即无生人，命中之后必生我界。这是《悲华经》里面一段经文说明念佛的人往生时候的状况那么这个里面所说的跟小本经里头这个玄奘大师翻译的意思相同凡夫临终不颠倒不散乱，还是要得弥陀本愿威神的加持不是，如果不得佛力加持，往生就不可能所以特别显示弥陀愿力不可思议所有众生，这是讲往生的众生往生的条件完全在信心、愿心、真信、真想去，这个条件就具足了。可是话说的容易，真信、真想去的人还真不多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做一个测验。你说我这个念佛堂7天就往生，不要说多，7天往生，招大家来念佛，你看看能不能招到几个人，就告诉大家到我这来7天就要死了，你看有没有人敢来。所以口头上说往生容易真的要往生的都把人吓到了，不敢去了，这是真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晓得真心真求往生的人还真不多了所以真佛子不多，假的多，真菩萨也少，
假菩萨很多啊，到处都是啊。这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更重要的呢，是要回光返照，想想我自己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我是在哪一边啊？这个很重要啊！怎么能看得出来呢？这个真的他真放下了，只要还有一些没放下的，那都不是真的啊！这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他的看他想什么，他说些什么。如果还想一些想的不相干的事情，说的也不相干的事情，那就不是真的啊。真的怎么样呢？他就想一桩事情，阿弥陀佛啊。你问他还有别的想呢？没有，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其他的一切事、一切境、一切缘，统统随缘嘛，没有一样不好嘛。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啊。对一切人事物的关心也都是多余的啊。为什么呢？过人有过人的业力，过人有过人的愿力，哪个力量大？业力要超过你的愿力，你还继续搞轮回啊？念佛也不行，也不能往生。如果愿力真正想去，超过你的业力，你决定得生啊。这个权操纵在自己手上，不在别人呐。啊，不是阿弥陀佛做主宰啊，阿弥陀佛来接引你，条件还是你自己愿不愿意来啊。啊，菩萨大法船来了，你愿不愿意上去啊？愿意上去的他多了，不愿意上去的还是搞轮回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操纵在自己，这个道理啊，不可以不知道啊。佛菩萨做不了主啊，上帝也做不了主，阎罗王也做不了主啊。谁做主？自己做主，这才是真的啊。世尊在经典在在处处啊点醒我们祖师大德时常提到我们要真心，要切愿啊，能不能往生就靠这个。至于念佛功夫的前身，念佛功夫前身不是念佛多少，与这个不相干啊。但是这个可以做助缘，它不是主要的啊。那主要的是什么？主要在你放下多少，这个要紧。如果真的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放下了，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天念个一句十句都可以，都不少啊。那真是古大德所说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啊，他那个意念跟阿弥陀佛相应的。我们念一万声、念十万声未必相应，人家一念相应啊，所以效果非常殊胜啊。道理在此地啊，所有众生这一句范围包括非常之广
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我们知道，上上乘人菩萨了，下下根人那是造无逆十恶的这些众生。啊，经上给我们说了，只要他相信，他肯去，也能往生。啊，无逆十恶都能往生，我们前面读过啊。所以你说这个范围多大？啊，所有的众生。若闻我身，这个身就是名字。啊，假若你听到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实际上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啊，南无不是名号。明朝末年，莲池大师在世的时候，这个故事在《住窗随笔》里头，啊，曾经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啊，这个佛要怎么念？大师教人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六个字。别人问他：“你老人家怎么念？”我只念阿弥陀佛。那你为什么教别人念他就南无阿弥陀佛，你自己念阿弥陀佛呢？南无是皈依的意思，皈命的意思，是客气话啊，我皈依阿弥陀佛，皈命阿弥陀佛啊。经上讲智持名号，名号就四个字。我为什么念四个字呢？我决定要去，所以那个阿南无可以省掉了，啊，不要用这个了。为什么教你们念六个字，你们还不想去？啊，所以加南无好，南无是恭敬的意思，啊，恭敬阿弥陀佛，皈依阿弥陀佛这个意思，啊，为什么你的心不坚决？啊，那个心要真的坚决啊，真心真愿，你就念四个字就行了。经上讲的名号就四个字，这说得很清楚啊，说得很透彻啊。啊，那我们自己要衡量自己，自己真的下决心去了，四个字，越简单越好。啊，我们对这个世间还有一丝毫留念，加上啊南无两个字好。啊，对这个世间没有留念了。啊，南无两个字就不要讲。偶业大师教我们的。啊，文明生信心呢，发愿呢，这求生净土。发愿欲生我世界，我世界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不发愿不行啊！发愿生极乐世界，对于娑婆世界就要舍得干干净净。那么在娑婆世界，还有一些事情要不要干？这要学诸佛菩萨，
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阿难问是佛结行经上，佛告诉我们，佛弟子，可得为世间事，不可得为世间意。这个开始好啊。啊，佛弟子可以做世间的事，不能有那个意。意是什么呢？意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有分别执着，这是世间意。啊，你有这些东西啊，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叫造业。啊，造什么善恶业？造善业，果报在三善道；造恶业呢，果报在三恶道。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呀。业力重，牵引的力量大。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你，他拉不动你，你的业力太重了。啊，这个经上说的很多，心佛众生，这三样是平等的。啊，众生就是讲众生的业力呀。啊，佛的力量，心的力量，你的业力。啊，业力不可思议，念地藏经你就都明白了。啊，业力怎么来的呢？就是你有世间意。这个世间意，我们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你对这个世间还有分别，还有执着，这是世间意啊，真正不执着了，真正不分别了，看到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干好事也是好事，干坏事也是好事啊，这是真正把世间意放下了，你心清净了 啊，你不会被外面境界所染污啊。啊，外头境界一动，你的心就动了，这亏吃大了。啊，所以经典里这些教训呢，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修行修净宗的目的，现前的目的是什么？修什么？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觉心。这个经题上，清净平等觉。啊，外面的境缘啊，我们讲境就是物质环境，缘呢人事环境啊，物质环境人事环境时时刻刻在扰乱我们的念头，扰乱清净心啊，他会叫你起心动念，不管是善念是恶念，你起心动念啊，如何学着能够在境缘当中不起心不动念？这叫功夫啊！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那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就是清净平等觉。啊，不执着，清净心现前了；不分别，平等心现前了；不起心不动念，觉心现前了。啊，这我们修行有什么功夫？外面去，这是境界风一动，我们的心就跟着转了。
啊，这是什么？一点功夫都没有。啊，我们一般讲沉不住气呀。啊，总是被外头境界转了，那怎么行呢？我们看有些人修得很好，啊，从哪里看呢？他不被外头境界转，啊，小的境界若无其事，大的境界偶尔动一下，动一下他就回头，啊，那是什么？那叫考验他。啊，警觉性很高啊！我怎么又动心了呢？怎么又被境界转了呢？啊，这个时候的铲除业障，用什么方法铲除啊？念阿弥陀佛，就铲除业障了。啊，所以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你成功了，你的敬业成就了。啊，敬业成就的人往生可以随时走，啊，真正得到自在了。有真信有真愿的人，示诸众生，临命终时，啊，悉令见悟。阿弥陀佛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临命终时一定见到阿弥陀佛。啊，不但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与诸大众前后围绕，他来接引你啊。啊，这些大众前面我们看到了，有菩萨众，有声闻众。这些大众为什么跟佛来接引你呢？前面我们也透了这个消息，是自己无量劫来，生生世世跟自己有缘的人呐，他们早已经念佛生到净土了，现在我们去了啊，他看到了，通通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欢迎。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不要以为极乐世界很陌生呐、啊，到那去一个朋友都没有啊，那你就错了。你到极乐世界，无量界来，无论在哪一道里头，你那些朋友全都来了，可热闹了。啊，我们这个世间不能跟他比啊，啊，都来接引你。啊，所以跟佛来接引的菩萨、声闻、缘觉、天人啊，通通都是有缘人啊，他们都来了啊，都叫欢迎你啊，你回归到极乐世界了，回家了、啊，我于二世入五义三昧。看三昧名字就晓得意思啊，意是眼睛有毛病啊，啊，无意识眼睛明亮啊，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佛能看出你过去生生世世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佛全知道啊，啊，知道这些有什么好处呢？知道你的根性，然后对症下药，你病不就好了吗？
啊，这是佛法讲的是说法契机。啊，把你无世界那些善根呢，都能够引发出来。所以佛一说，你全懂啊。在这个世间，怎么学也不懂。啊，到极乐世界，佛句句话你都懂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啊，到极乐世界就不难了。这句话是真的啊，在我们这个世界，这句话太不容易了啊。所以佛为你说法啊，你一听呢，你看看底下这个效果，循是很快，你就能断除一切苦恼。那这一仗笑了啊，闻佛说法一仗就笑了啊，所以你才成为阿惟越之菩萨。你一仗要不消，你怎么能达到这个境界啊？这一句里面还有很深的意思佛的本愿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众生苦从哪来的？迷惑来的啊，只有迷惑他才造业，他要不迷他不造业啊，诸位要知道啊，这个造业不仅只说造恶业，造善也是造业啊。啊，善恶都在里头啊。啊，咱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这个事情总搞清楚了。六道里头有善恶。啊，善业三善道，恶业是三恶道。四圣法界里头没有善恶。啊，所以他没有善道恶道啊，他善恶两边都离开了啊，所以他修的是净业啊，四圣法界叫净土啊，这个净土是跟我们六道来相来比啊，六道是染污，它是清净啊，所以要记住恶染污，善也是染污啊，所以菩萨现身说法，教导我们，给我们做示范。啊，造恶业，心里不落痕迹，没有染污；造善业呢，也不落痕迹，这叫什么？叫三轮体空。三轮体空里头，根本就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是无我。这很厉害。有我就有善恶业，无我呢？无我谁造善恶业？啊，所以《金刚经》上，你去读《金刚经》看啊，《金刚经》前半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谁证得？须陀洹就证得了。啊，换一句话说，我相破掉了啊，你就入佛门了，你就不再造业了。有我就造业，无我就不造业了。无我谁造业？啊，所以一定要知道，这身不是我，不但身不是我，心也不是我，心是妄心。啊，妄心也不是我，啊，真心才是我。真心具足无量智慧德相，啊，妄心没有啊。啊，妄心从哪里？妄心从妄想来的。
啊，换一句话说，就是分别执着来的。啊，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第七莫那识。啊，莫那叫染污意，莫那是染污。那佛教众生，佛清楚啊，既然你造业是属于迷惑颠倒啊，那佛用什么方法呢？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呢？佛用教学啊，教你说你就开悟了嘛，你明白了，明白之后你就自然不会造业了。二位说法了啊，我们这才明白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说法49年，没有一天不说法啊，我们天天闻法，慢慢觉悟了啊，根利的所谓是一闻千悟，上上根人啊，一听他彻底明白了啊，像唐朝慧能大师那样的人啊，听五祖忍和尚几句话的开示，他就彻底明白了啊，五祖衣钵就传给他了，上上根人啊，上根人总得要听一段时间，长短不定啊，大概在3年之内的啊，听上3年他开悟了，上根人。听上10年20年开悟的中根人。啊，听30年听50年开悟的下根人。啊，真开悟啊，不是假的。那我们是什么根性啊？绝大多数中下根性啊，中下根性啊，要什么时候能开悟？我们刚才讲了10年以上啊，不能少过10年，10年是中的根性，20年是下根，得有耐心呢，天天听啊，那每一天听多久呢？时间越长越好。为什么？让经教啊熏习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啊，不要听很多，很多就杂了啊，也不行。啊，古大德教我们的方法我们都不相信啊，就亏吃大了啊，学太多了，学多了学杂了，学乱了啊，放下经本就胡思乱想了，就坏在这里。如果一门深入呢，他天天想一样东西，没有不紧，长短都没关系啊，短一点的阿弥陀经不长，你一生就受持阿弥陀经，一天念个30遍50遍啊，长时熏修 啊中等根性的人念10年会开悟，会得念佛三昧
会开悟。啊，下根人熏习20年，肯定开悟。啊，学习的时候，第一个条件不怀疑，真诚恭敬心学习。啊，第二个条件不夹杂，我就一门，不想学第二门，他不夹杂，他专。啊，这就是佛家讲的，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一门专呢，那就修定了。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啊，目的在哪？目的在开悟啊，啊，不是记得多啊，记得多没用啊，一定要开悟啊。孔子讲无道一以贯之，那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些一以贯之啊。一不精通了，一切都通了。这是佛家常讲的，一精通，一切精通啊！啊，这叫一以贯之啊！这一般人不相信啊，他觉得学一样不够，要广学多闻啊，不遵守戒律。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是戒律。啊，你不能遵守，你要学很多东西，学得很杂，学得很乱。啊，老师对这样的学生都很恭敬、很客气、很好，想学什么你学吧。啊，你不肯听话吗？他也不给你做对做相对啊，随你去，让你慢慢去体会啊。你学个10年20年依旧烦恼不能断除，这个时候你应该觉悟啊。啊，烦恼跟没学佛还一样，甚至比从前还更多，这就说明你的佛法都白学了。啊，学了一些口头佛法，你没得受用啊。得受用啊，就是烦恼轻，智慧长，叫得受用。啊，烦恼一天一天少，一年一年少，你的心一年比一年清净，一年比一年平等，功夫成就了。啊，这个人叫真学佛。啊，这样学佛的人少，的确少见。啊，我早年轻的时候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啊，他办了个经学班，就是教讲经的。啊，他有两个班，一个班叫讲演，一个班叫讲经。啊，学生呢30多个人。啊，几个人成就的？老师对听话的学生很不客气，有打有骂。啊，老师会打人。啊，对不听话的学生很客气，从来不责备。啊，态度都很温和。我们年轻不懂事啊，
20多岁呀，看老师这样子对的是，我们就有疑惑，又不敢问，可是时间久了，老师看出来了，把我叫到房间跟我讲这个话，知道我有疑惑，他说那个不能接受经教教诲的，不听话的，就不要认真去教他，把他当作是旁听的。老师用这个心态当旁听的，不跟他结冤仇。你要骂他，他记恨。你要打他，他报复，那不就麻烦了吗？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吗？所以不听就客客气气，欢欢喜喜。上课欢迎你来听，听多少不问。真想学的，骂了打了还感恩的，那个一定要骂，一定要打，他会感恩。他真想学。学成的人真的不多。勉勉强强算是能有一点成就。我看也不过就是5、6个人而已。老师一个教室里头讲学，大家所得到的是平等的，个人领悟不同，那就是看你听不听话，守不守规矩。果然依教学习的都会有成就。由此可知，成就不在老师，在自己呀。好，老师不错，很好，你要不认真学习，也都空过了。老师曾经跟我说，学生找一个好老师不容易，可遇不可求啊。他翻过头来说，老师要找一个好学生，比学生找个好老师更难了，到哪里去找啊？老师是真想有好学生，为什么呢？道可以传下去，不至于断掉啊。这是中国古人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你自己做得再好，没有人能够继承，到你死了就完了，你的成绩还是等于零，你没有传下去所以由此我们就能够明了，真正好老师他爱学生，他希望学生成就，不但希望学生成就，希望学生成就超过他，这是真话。我们从历史的经验就明白了，世风日下了，一代不如一代呀。我们这一代对现前这同修来讲经教学，我们这学这个能力也可以应付了，可是你要晓得，我们就应付不了下一代。为什么呢？下一代的是染污比现在这一代还要深。那换一句话说，你没有超过我的智慧，超过我的能力，你就没有办法教底下一代。这是事实啊，这是真的摆在面前的现象，你不能不承认呐。
啊，我们从前做小学生的时候，啊，很少听到有老师说学生很难教。啊，我们做儿女的时候，也没有听到有人说小孩不好教。啊，有很少，现在很普遍。啊，我们看到许多做家长的，啊，见面的时候，那都是佛教徒，小孩很难教。啊，遇到见老师的也来抱怨学生不好教，对吗？一代不如一代。啊，染污越来越严重。啊，所以我们要传这个学生，学生不能超过我的能力，啊，智慧德能都要超过我，他就没有办法教底下一代。啊，这个就所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道学一定是一代比一代好啊。啊，他才能胜任呢。啊，他要停留在我这一代的时候，他没办法教啊。那我们今天面对着这个社会，就比我们老师那一代的时候要辛苦太多了。他那个时候社会不好，比现在好多了。啊，所以这实际现象摆到我们眼前，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啊，去体会。啊，才知道我们如何来应对当前这环境，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在今天的教学，一定要做榜样。啊，这是世尊在世，已经为我们做实现。啊，你自己做不到，你怎么能教别人？啊，所以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王子出身的，啊，父亲是国王啊，啊，可是自己一生过什么生活呢？苦行僧的生活。日中一时，三衣一钵，树下一宿。啊，过的是这个生活。跟他学的学生服了。啊，他教导我们要放下的，他自己放下了。啊，教我们放下，他自己没放下，那不行啊，那不是真的啊。啊，真放下了。啊，念念念众生，没有念自己。啊，确确实实做到了无我。啊，心量大了，这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啊，我们学了这么多年，明白了。啊，佛的确在这个世间，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他确确实实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我们细心从经典上去体会。啊，看他老人家处世待人接物，一片慈悲也，真诚平等。
啊，世尊是先给我们看，目的是要我们学习，啊，学习言行一致。那我们今天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娑婆苦啊，古人讲娑婆苦没有像今天这么苦啊，真苦啊，一代比一代苦啊。啊，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要离开娑婆啊！离开娑婆只有一条路，念佛求生净土，就离开了啊！而这一条路每个人都能走得通的，所有众生这一句包括我们在内啊。啊，没有遇到这个法门，那就没话说了。遇到这个法门，问题就是你想不想去？你想去，真去得成呐？啊，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应机说法，是吧？他对我们过去无量劫、生生世世，他太清楚了，太明白了。啊，为我们说法契机啊，这一说法就离苦得乐了啊！你看，断除一切苦恼，心大欢喜啊！苦恼是什么？执着是苦恼，分别是苦恼，妄想是苦恼，通通断尽了。啊，因为我们心喜法喜充满，所以你才得到宝真三昧。这个《无量寿经》上佛告诉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得三种人呢。啊，这个人里头最重要的是无生法忍。啊，令心得念即无生人。啊，令心得念，这个念是正念，六道凡夫是邪念的，不是正念的。啊，这个念是如来的正念。有没有念？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有。啊，这一句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一句，你所证得的，那就跟无想定差不多了，不起作用啊。死的，有这一念是活的。这一念是什么？与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众生有感，这个念来应；
啊，一切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给十法界的众生，众生有感，他就有应。这是自信的信德了。啊，化身菩萨才真的，啊，即无生人。啊，这无生人，人在此地当作承认讲。承认什么呢？承认一切法本来不生，无生嘛。我们看到一切法间有生有灭，看错了。其实一切法不生不灭。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你看量子力学家说这么一句话。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物质存在这桩事情。啊，他不承认有物质。那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意念的累积连续产生的幻象，它不是真的。跟佛法说的一样啊。佛法讲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啊，谁能够见到呢？证得无生人的菩萨见到了。啊，无生人要七地以上啊，要大菩萨了。啊，他们那样的定功就是三昧力。三昧力就定功啊，见到了啊，科学家是用仪器观察到的啊，所以科学家得到的是知识，三昧证得的是智慧，智慧有德用啊，圆满的德用啊，知识不行，知识这个作用是有限量的啊，而且呢还有副作用，智慧没副作用，所以智慧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什么问题啊？解决烦恼的问题啊，知识不能解决烦恼啊，智慧能解决烦恼啊，真的叫你断烦恼证菩提啊，这是智慧跟知识不相同的地方。啊，命中之后啊，必生我界。啊，那么前面所说的这些话告诉我们啊，这个临命终的人在临命终时候他所见到的境界，佛来给他说法啊，他能够立刻就开悟啊。这个命终之后，你看前面讲临命终时啊，这是讲见佛闻法之后就升到极乐世界去了。这一段说的详细啊，一般经上没讲的这么详细啊。啊，北华经上透露这么一段消息。世经所显他理妙用，弥为明显。这是黄连祖老居士说的啊，世经是悲化经，你看这一段经文里头所说的啊，阿弥陀佛，这个他力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呢，这是利用啊，啊，讲得非常的明白，
闲聊，称赞净土经，就是玄奘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啊，是本经的小本。悲华经设弥陀因地及极乐庄严，君民彼佛临终戒引，摄受往生之殊胜愿力。可见弥陀愿望妙德难思，大恩大力，不可称量。我们从玄奘大师翻的这个阿弥陀经跟悲华经上这一段经文的开始，啊，就能够体会到涅佛人啊，临命终时佛来接引，这样殊胜庄严。诸位要知道，令心得念即无生人，这是什么人呢？上上品往生的，啊，大概什么状况我们能够体会到呢？念佛功夫成熟，临终病时，临命终时没有生病，没有病苦，欲知时至，啊，走得很自在的，都是这类人。啊，也就是说什么，平常念佛的时候，他业障就消掉了。所以临命终是这么自在呀，这是我们要求的。啊，这种状况，临命终是要别人助念，不需要啊，他一点牵挂都没有，他没有生病啊，说走就走了。啊，走的情形肯定根基的。跟我们悲华经上讲的一样，啊，这上上品往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无生呐，啊，谁做得到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业障太重了，大哥，我们做不到。我们下下品往生就可以了。这个观念就错了。啊，古大德确实，我们前面念过。啊，有人说，上辈往生是菩萨，中辈往生的是阿罗汉、辟支佛，凡夫往生的只在下辈呀，啊，古大德有这个说法了，啊，可是善导大师不是这样说法。善导大师说了一句话，对我们很大很大的鼓励。他说：“四土三辈九品，总在于语言不同。”那么换句话说，造作无逆十恶的人，如果欲缘殊胜呢，能不能上上品往生呢？能，就缘太重要了。啊，遇到真正的善友，遇到这个法门，
我们的缘是比什么人都殊胜呐！啊，这个诸位要晓得，夏老居士的汇集本，汇集成功到现在，大概才80年呢。不很长久啊，而真正流通啊，我们遇到了啊，老人家用一生的心血汇集这部经，抗战胜利之后才流通，流通的分量很少啊。绿航法师从大陆带了3本吧，带到台湾，送一本给我们的李老师。李老师看到无比的欢喜啊，特别是前面一篇很长的序文是他老师做的，没关系。李老师的佛法是跟梅老师学的。老师一篇序文看到特别亲切。在台湾印过2次。数量也不多。我估计每一次印的时候大概是1000本。在台湾印的时候总共也不过3000本的样子。我印过一次。我印过印了1000本。老师大概印过2次。真正大量流通是李老师往生。他老人家当年讲这个经讲过一次，在台中讲过一次。他有梅注的本子，这个本子给我了，我就用这个本子纪念李老师，印了1万本。在美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只通电话没见面，因为他在美国的时间很短，居留时间只有一个月，他就回北京去了，他带了一本，就是这个注解《大经解》，就带一本，送给我了，油印的，不是白字的，油印的，钢板写的，油印的。我看了非常非常欢喜。我跟他老人家通电话，你有没有版权？有版权了那就算了。如果没有版权呢，我说我在台湾把它做成版印出来。他告诉我没有版权。欢喜翻译流通。所以我就把他的注解在台湾印了1万本。第一版就印1万本。以后就不知道印多少版了。太多太多了。总印了有几十版。数量都很大。海内外流通起来呀。我接着就到北京去看黄念老。跟他见面。谈到这部经的事情。末法9000年，一切众生能够在一生当中得度成佛，就这一个法门，就是这一部经。那这一部经在我们以前这些大德没看到过。
他们所看的是五种云一本，这个慧经本没看到啊，啊，印光大师也没看到啊，啊，你说我们多幸运，这个缘多殊胜啊！没有这一部经慧济本，没有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啊，我们要都不读悲化经，这一段文你怎么会知道啊？黄念老注解这部经参考了190多种资料，我们读这一个注解也就读了190多种经论了，这个缘多殊胜呢！啊，确确实实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彭济清居士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我们遇到了啊，我们在这个经，在这个注解里头看清楚了，看明白了啊，我们有没有份像悲华经上讲的上上明往生啊？我们可以说肯定有份，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把娑婆世界彻底放下。放下不是讲事上放下，事没关系，事上 没障碍，心上放下啊，事有心不能有啊，心有你就麻烦了啊，用清净心来行事，用平等心来待人，你就从下下根变成了上上根啊，这个重要啊。这一段我们就学到此地，我们接着看下面一段，讲阿惟越致啊，这是愿文最后一句啊，往生极乐世界借得阿惟越致菩萨啊，借着阿惟越致，阿惟越致又作阿毗跋致啊，这是翻译的时候音稍稍有一点差别啊，是一个意思啊，阿惟越致跟阿毗跋致是一个意思啊，原文是一句经文，一为不退转啊，翻成中国意思是不退转，是菩萨戒位之名啊，阿惟越致菩萨啊，这是高级的菩萨，不是普通菩萨。据《弥陀要解》云，欧耶大师做的，阿毗跋致，此云不退。第一个为不退，入圣流，不堕凡夫啊。我们把这一句念完。二呢，行不退，恒度生，不堕二乘地。第三呢，念不退，心心流如沙婆若海。这是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呢，给我们说阿惟越致三种不退啊，第一种他真的入圣流了，不会再退转为凡夫，也就是他真的是圣人，他不是凡夫啊。什么人呢？下面讲小乘出果，大乘
像《华严经》呢，初性位的菩萨啊，他为什么能不退呢？他将三界九地八十八品见惑断掉了，这段烦恼啊，八十八品见惑，佛教学为方便起见，把它归纳为五大类，五种见惑。教学方便呢，第一个就是身见，我们凡夫执着身生活，这错误的，身不生活，身是什么呢？在佛法讲，身是我所有的，不是我，像衣服一样，衣服是我所有的，它不是我。佛告诉我们，你要认清楚，生不生活，生有生死，给诸位说，我们有生死。衣服穿坏了，脱掉换一件。所以你到六道轮回投胎，那什么？那是我。生不生活？你常常换身体。所以换身体有什么可怕的？很平常的事情嘛。可是你为什么在六道不出六道呢？你迷了。迷了什么？你执着那个生活。现在连外国哲学家也是如此啊。他知道生不生活。他什么生活呢？能思想的那个生活。他有这么个执着，他还执着能思想的生活，能思想的也不生活，那能思想的胡思乱想嘛，他不是政治政见嘛，所以能思想的我们中国人叫灵魂，其实那是说了好听的，魂只是迷魂，不灵他要是灵，为什么跑到三途去投胎呢？为什么去变畜生变恶鬼呢？不灵，他迷惑颠倒，这迷魂是真的但不是灵魂所以迷的时候叫他做迷魂，他觉悟的时候叫灵性，那就是我灵性呢不会到六道轮回了，他就超越六道了。什么人证到灵性呢？阿罗汉以上，他证到灵性，就不再轮回了。可是你要知道生不生活，这是很大的进步啊！证小乘证须陀洹果。大乘证初性为菩萨，那就是圣流了。小小圣人，他在六道里头，虽然没出六道，还在六道。六道只是人天两道轮回，决定不堕三恶道，所以叫位不退呀。他这个地位他不退呀，绝对不堕三恶道。那么我们要记住。把生看作生活他就要搞六道轮回，就会有三恶道。知道生不是我的话，就不会堕三恶道了。起心动念呢，不再为心这个身体操心了。你虽然没有得大自在你得了不少自在不为自己操心了。不为自己操心，你这个身体一定很健康。
为什么呢？生时环境，它随念头转。我念头正，身体每一个细胞它是自然的，自然就是最健康的。我也常常想到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这里好那里好，随着你念头，那个细胞全部都变了，产生变化了，就这么回事情啊。啊，你不想它反而好了，越想越糟糕。啊，道理在此地，总要把它搞通搞明白。啊，第二种呢，行不退，这是对小乘人讲的。啊，小乘像阿罗汉、辟支佛，这是二乘人，他们度众生，真的是度有缘人，没有缘他不度。啊，是心量小啊，啊，不像菩萨了，菩萨普度啊。遇到就都要照顾啊，小乘人遇到看顺眼，他度你；看不顺眼，他不度。啊，还有什么？你找他，他叫你；你不找他，他不来找你。啊，这是二乘人。啊，所以大乘菩萨不是这样的，大乘菩萨是恒度，永远度众生，也就是四弘誓愿里头，众生无边誓愿度。他念念不忘，小乘人没发这个愿啊，就是菩萨，他不会度得二乘。第三种呢，念不退，念念流入萨婆若海。萨婆若海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性海自信。对，念念回归自信。这是大乘，什么人呢？化身菩萨。啊，化身菩萨，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他修不修行呢？就是前面讲的令心得念，这个念是念念流入萨婆若海。啊，到什么时候他才回归自信？妙觉位啊，所以要知道西方世界十报庄严土哪些人在那边呢？原教初住到等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住的报土。那再往上提升一级呢，叫妙觉。妙觉不在这个地方，妙觉到常寂光去了。萨婆若海就是常寂光啊，就是自信，回归自信了啊，回归自信，诸位要晓得，自信临极了啊，一切众生有感，他自然就应，一切时一切处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对，完全回归自信啊，一丝毫烦恼习气都没有了，这叫究竟圆满佛啊。我们先把这个意思说完，然后再看下面啊。若有此土，那就我们娑婆世界来说。啊，此处是这个娑婆世界，啊，藏教这是从天台家讲的，啊，藏教就是小乘，出口，通教呢是见地，别教是出住，圆教是出信，啊，我们在华严经上讲的是圆教，啊，华严经十信位的菩萨出信。名位不退啊，也就是说他身见破了，不再执着身。第二个呢，边见破了，边见是就是我们今天讲对立，
他不会有给人有对立的念头，这个他放下了啊，他没有成见了，成见说我自己想怎样怎样，他没有这个念头，他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什么都好啊，他到这种境界了啊，所以他没有邪见，他的这个见解都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的，这是微不得。那么第二个行不退，你看通教菩萨啊，通教菩萨别教呢是回向，原教呢是信啊，这个事情是第十信，别教是第十回向啊，第九回向还不行，第十回向，原教是第十信，实性心满呢，心不退啊，实性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他不会退到二乘。那么换一句话说，十法界里面的菩萨法界有时候还会退转啊，到十法界佛这个地位就不会退了啊，度众生不会退了，这行不退啊。下面别教初地，原教初住，这叫念不退啊。别教初地离开十法界了，原教初住也是的，他们到哪里去了？到十宝庄严土了啊！这个时候他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证究竟圆满的觉悟啊，是究竟觉，圆满觉啊，也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妙觉位啊，它就是这么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要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啊，这叫念不退。上言不退有三了，最上就是最高的，最高的是念不退呀。此途行者，在我们这个世界，别教呢，须登初欢喜地，就是初地，啊，初地叫欢喜地；原教呢，须至初发心位，这个初发心就是发菩提心。诸位要知道，真正发菩提心，原教初住。啊，你看，正一分发生了，实能念念流入萨婆若海。你要没有正的一分发生，你到不了这个地位。啊，别教初地菩萨，跟原教初住菩萨断正的地位是相同的啊，都是破无明正法身啊，都是生在这个十宝土啊，别教到时候最后还要转成原教才圆满啊，所以正的地位相同，智慧不一样，原教超过别教啊，智慧不相同。萨婆若海，这里跟我解释，即一切种智海，
即如来果海，双舌二边呢，全归中道啊！啊，就是真如自性呐、啊！啊，两边，两边就是对立的。从开头我们就学习，你看这个入门的时候，未不退啊，就学习啊，真正学习到如来地才完全舍掉了，这个念头都没有了啊。我们反复学习啊，不计较了，但是心里头还有印象啊，这个习气很难断啊，要步步往上提升的。这种这个习气越来越淡薄啊，真的到这个啊，我们讲起浅显一点啊，到别教初地菩萨、原教初住菩萨，才真的断了。虽断了呢，还有习气，这个习气是无明习气。无明习气断掉之后啊，那就入妙觉位了。啊，这个我们讲《华严经》，我们说的很多。啊，在华严会上，我们体会到，啊，41位法身大士都破了无明，也就是都把起心动念放下了。所以，在理上讲，平等法界。啊，在事上讲呢，虽然起心动念没有了，还有起心动念的习气，习气很不容易断，一定要长时间让它慢慢的、自然的就没有了。啊，那要多久的时间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3个阿僧祇劫。这知道无始无明习气厉害呀、啊！3个阿僧祇劫自然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念佛的方法妙得不得了啊！我们总要养成一个念佛的习气。啊，我们有理由相信，念佛的习气养成了，破无明习气，时间会缩短。什么？借着阿弥陀佛，他老人家无量的智慧神通道理了。对我们一定有帮助啊，但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娑婆若海即一切种智，一切种智是如来真得的啊，智经典上讲有三种，有一切智、道种智、一切智阿罗汉证得的，阿罗汉辟支佛证得一切智，知诸法总相，就是一切法的总相。总相是什么？总相是空，叫万法皆空。啊，《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又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总相，一切法的总相，就是不可得啊，这叫一切智啊，这个声闻缘觉证得的。第二种呢叫道种智啊，是菩萨证得的
啊，道中说道是道理，这一切法是什么个道理？啊，种种一切法太多了，无量无边呐、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啊，这什么个道理？这种智慧阿罗汉没有。所以阿罗汉知道是总相，菩萨知道是别相，别是差别，无量无边的差别，菩萨知道。啊，如来知道一切种智，一切智跟道种智是一不是二。啊，这是如来果地上种的，这才叫真正圆满。啊，所以说一切种智海就如来果海，啊，如来所证的海是形容词，形容它深广无际，没有边际。啊，双舌二辩全归中道，啊，实际上中道也是一个名词。你要执着中道就错了，啊，这个二辩是空有两辩，啊，空有两辩都不要了，再来个中道还是对立，所以要晓得，两辩都舍掉，中道也没有，那就是真的，啊，方便说跟你说个中道，你再执着中道就糟了，就坏了。啊，所以这是法上印舍，何况非法啊，就是佛法到最后也得舍得干干净净啊。要知道佛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啊，我们决定不能这个对于佛所说的一切法里头生出一个知见，那我们就错了啊，那就不是佛的意思了啊。十愿念念流入萨婆若海啊，这全归中道的时候才说这么一句话啊，可见呢念不退之难证啊，这个三不退念不退确实是非常非常困难啊。这明心见性的人才能见到，但今愿也啊，这是阿弥陀佛啊第二十愿所说的。今啊，说十方众生闻名发心，一心念我，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这是二十愿的愿文啊，小本也云，小本是阿弥陀经，我们常念的，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啊，就是无量寿经讲的阿惟越智。那么大小本佛都是一个说法，可见这个事情真实不虚啊！啊，阿惟越智菩萨是三种不退的居住啊！啊，那是什么人呢？刚才我们看到过，原教初住，别教初地。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即是时，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做阿惟越智菩萨。他没有说凡圣同居土除外，没讲这个话，那就是包括凡圣同居土。这个利益太殊胜了，
我们在这个世间要修着修到这个初住，那谈何容易啊！你什么时候才修得到啊？别说修到这个初住菩萨了，初性位，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都修不到。也就是位不退，我们这一生当中都做不到啊，何况念不退。可是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都得到了，三种不退全得到了啊，这个绝对不是阿弥陀佛在诱导诱惑我们，不是的，阿弥陀佛句句都是真实话啊。你为什么能得到？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力加持你。他四十八愿，每一句每这个愿文每一句后面，若不尔者不取真觉啊，他做不到的话他就不成佛啊。阿弥陀佛现在成佛已经十劫了，可见的他的愿全部兑现了啊。你要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殊胜在什么地方，你细心去读四十八愿，你全明白了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我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过些什么日子，四十八愿也给你 说明白了啊。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阿弥陀佛怎么说，世尊也怎么说，不增不减啊。要解云，又云精净土，无逆失误，圣念成就，待业往生，居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也。这偶耶大师讲的，下下品人也证三不退，一生圆成佛果。此乃十方世界所悟，为极乐所独有，如是甚意超绝，言思莫及。这话是真的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也证三不退，证三不退就是阿惟越致菩萨。啊，在西方世界一生，西方世界人寿命长，无量寿，佛无量寿，每个往生的人都是无量寿，所以你在一生当中一定圆成佛果。啊，我们读《观无量寿佛经》知道，啊，《观经》里面跟我们讲过，啊，就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在极乐世界自己啊，在那边修行证得原初住的地位啊，需要多少时间呢？十二劫在我们觉得很长，可是在西方世界无量寿啊，那十二劫对他们来讲很短啊。像我们讲在这个世界人生可以活一百岁，他只要十二天就证得了啊，就那么容易啊。在我们这个世界要证得的话要无量劫，哎，在极乐世界是十二劫就得到了。
啊，没有得到之前呢，那是佛力加持你；得到之后，是你自己的能力。啊，没有得到的时候，佛加持你。啊，智慧、神通、道力，就跟阿惟约智菩萨没两样。啊，是佛加给你的。啊，十二劫之后呢，佛不加，自己也得到了。这好处到哪里去找啊？真的是此地说的，这欧益大师讲的啊，唯极乐世界独有啊。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介绍十方诸佛刹土，很多很多都没有讲过啊，只有极乐世界有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道理在此地。啊，如是甚意，甚是殊胜。啊，意是稀有啊，超绝，言语、思量，你都没办法想到。啊，你说不出，你也想不到。故要解云，非心性之极致，持名之奇寻，弥陀之大愿，何以有此？这个三句话重要啊。啊，心性之极致是讲我们自信。啊，我们自信不可思议，但是今天我们迷失自信。如果我们自信里头没有，阿弥陀佛帮不上忙。我们自信有，因为迷啊，迷障碍了自信的智慧等等，它不起作用，不是没有啊。啊，这是把这个真因说出来啊。啊，不说出来，阿弥陀佛怎么会加得上呢？啊，是因为我们自信有。我们自信有，自信烦恼习气很重，不能现前。阿弥陀佛以本愿为神，啊，加持我们。啊，让我们这个东西也能够现前啊，但是这要靠弥陀本愿威神的缘，没有这个缘，我们这个障碍的东西拿不出来，也就是我们自己拿不出来，阿弥陀佛他会把它拿出来啊，他有本事拿出来，还是自己的。可是不靠阿弥陀佛的力量就不起作用啊！啊，一定要以他为缘，因还是自己的，这才讲得通啊！要不然讲不通啊！啊，这是持名其寻的弥陀之大愿呢，这是缘，我们自己要念佛。要真心切愿，要念佛啊，弥陀愿力加持啊，这一桩事情才能顺顺利利的出现啊。如果我们自己对自己怀疑啊，这怎么可能？对阿弥陀佛愿力也不能深信，这个事情就难了啊！念佛法门的最重要的，一丝毫怀疑都没有这个念持名的奇寻才能够显示得出来啊！啊，这个寻是功寻啊，我们一般讲功德了
啊，而阿弥陀佛的愿力就现前了。啊，为什么有一些念佛的人，少数不是多数？大概在几百万念佛人当中，才有那么一两个。啊，有这种殊胜的效果啊！最明显的，身得了重病、癌症这一类的，啊，医生宣布没法子治了，寿命顶多就三个月了。像过去山西小院，40多个人，那个例子。啊，他们已经被医生宣布了，等于是宣布死刑了，你的寿命只有三个月了。他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念到三个月病好了，再去检查没有了。啊，什么原因？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也就是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里面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度摄六根，净念相继，那他病就好了。那为什么有些人生的重病念佛念不好呢？他没有信心。第一个，怀疑自己业障太重了，过去造的罪业太多了。啊，自责，自责不是好事啊！啊，过分的自责也造成了自己的障碍。啊，佛虽然慈悲，能原谅我吗？怀疑，能原谅我吗？怕佛不原谅他，你看，这不都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佛那边根本什么事也没有，都是自己想出一大堆的问题啊，障碍自己。错在这里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知道之后一定要把这些过失消除。啊，消得干干净净。我们这一生才能够顺利得生。啊，才能够成就无比殊胜的功德。啊，幕后这一句是：今此两愿，于48愿中，如剑拔之红心；至于第18愿，则如红心当中之中心。啊，所以18、19、20。这个三愿实在讲是一愿的，啊，我们如果把这三愿参透了，我们对于净宗的疑惑才能断尽，啊，这叫破迷开悟啊，断疑生信啊，你不把这三愿参透，你的那个疑问不能化解，那不化解对你就产生障碍，如果化解了，效果就在眼前。啊，佛法常讲三转法轮，啊，世转那上个人一提示，你马上就觉悟。第二个劝转，啊，中根人，啊，佛讲经说法是劝导你啊。第三个下根人，劝也不行，他要看到证据，他才相信。啊，像山西小院这证据，啊，许多人都知道啊。这做正转呢？这么多证据摆在面前还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
那阿弥陀就说，等到来生后世吧，有缘再说吧。啊，这一生就没法子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现在时间到了，今天就学到此地。